哥，螃蟹我就吃2.5。耶、yeah, ！哎呀，网络热梗啊！呀、yeah ，哎呀哈！哎呀，这太肥了，太肥了！哎呀妈呀，你这个太精彩了啊！哥哥给你表演一个，螃蟹我就吃2.5。哎，这么一掰，哎，一撕溜，有点装起来了，还被装了。算了，不谈你了，给你看看舅姐吧。我是巨蟹座哥哥，你可以看我。旁边那绵羊。是。OK， 一口全屋清洁。好的。哎呀哥呀，你家整的高科技了，比你家升级了好几代呢，特别好用。家里人都没吃的，你先把螃蟹给拔了。这不杰伦老师刚才给我表演中秋节目的吗？养好卫生，你看节目我也想看。等着再来一遍呢，给舅姐表演一下，他跟那品鉴洛杉矶大铁钉子和大纸杯呢。哥，啊，真没意思，我就吃趴过去了，拜拜。挂了，还有脾气了呢。这还给梗子整破防了。得亏这回回家呀，赶上吃大闸蟹的季节了，在洛杉矶可吃不着这么好的啊。这蟹醋谁发明的呢？是诺子不？啊，拿反了，姐。我就拿着玩玩。其实东北人哈吃螃蟹不蘸醋，但是推荐所有东北人可以试一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说你们苏州人和我们东北人谁吃蟹更全味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是东北酱倒是。吃的满地都是。你咋确定这都是我掉的呢？明明两边都有吗？没事，我自己收拾，你别说话啊。OK， 一口大水量大吸力打扫餐厅。好的。虽然说这半年我老回国啊，但是不得不说啊，每次回来都是很震撼，头手的高科技啊，这要是能跟那边买着的话，我这老腰真是轻松不少。在那边都是你搞卫生啊，他一点都不动啊。可不咋的呢，每回都是我呀，这腰酸背疼的老辛苦了。东北酱，你少恶人先告状啊，哪一次打扫卫生不是我跟你一块弄的？没事，这次把俄罗斯扫地机器人带走，你们多轻松了。看着没，还是咱爸心疼我哈。你别老告状啊，过两天我去东北，你不想我告你状吧？对不起，正好过两天回东北哈，给我妈把这玩意儿带回去，别说还挺好看的。也不能是谁选的。你瞅这地面哈，扫得多干净，你还在那儿用手擦呢，他自己麻利的给你全搞定了，还能顺着家具的边儿擦，你说还用得着我动手吗？小身板哪儿都能钻，柜子底下嗖一下就进去了，反应还贼快，家里要有小猫小狗小崽子的哈，一点都不怕磕着碰着，拖完地干净。娃光脚丫子在地上跑都没事儿。哎，老婆，我要把这玩意儿带回洛杉矶，卖洛杉矶那帮人的多少钱一个合适呢？你还卖呢？接着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顺走。你说咱俩回国了，他给咱开房子，让他顺应该没啥毛病。这么的，咱给同学们也整一台，在评论区扣出来科沃斯 T50 Pro 就能参与抽奖了，高级扫地机器人哈，白给的，直接抱回家。到时候别咱家房子还在，东西都没了。你说的也是不无可能。